干嘛？当班长了？简简单单，今天简单吃一个干豆吗？干豆，这么吃有点单调，来点小料啊，小香菜、红辣椒、小葱、小蒜，你看，哎呀，装辣椒，哎呀，辣椒油，我个人榨的辣椒油啊。哎呀，一顿吃不了这些。哎呀，留着点。来吧，开动。干呗！哎，那香是挺香的，这大口气冒汗嘞，啊，老子先跑盖了。